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佳琪。跳舞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动漫，叫做《重返笑良田》，特别好看。最近在往精致方向努力，有趣、可爱、美丽吧。艳阳天，今晚不睡。那个 Rose 的 solo 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就是 Rose 新出的那首 solo。对对对。我是99分女孩，遇到你之后，我们就是99分加一，那么就是100分。最害怕的，蛇吧。健身，感性中偏理性的吧。偏夜猫子一点，但没有那么夜猫子。给我说热了，辣的吧。擦护肤油，因为我是干皮，就是会很抹很多很多的油。话痨吧，就是特别爱说话，絮絮叨。这些偶像，我妈妈。奇妙能力哥。最近是一些饰品，一些好看的环什么的。真诚的，桂纶镁。蹦极吧。有一个粉丝生日的时候给我写了信，他附上了自己的照片，说希望我能记住他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手机、钥匙还有啥？手机、钥匙、口罩。我买了新的香水，是祖马龙的黑琥珀和江百合，巨好闻。你有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然后闲下来的时候就好好生活，心态上的平衡吧。心想事成，吃苦。最酷的，当演员，自信，然后温柔有力量的人。把车学好，刚考完科目一。希望我的鲤鱼们呢就能好好吃饭，多多运动，多晒晒太阳，不要整天窝在家里玩手机。然后祝大家今年都会开开心心的，幸幸福福的。